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从男生五人啊，女生四人哈、哦，选出三个人，分别担任主席、司仪跟记录了。那这三人当中，既要有女生，又要有男生，那么这种职务的安排呢，有多少种方法？好，第一种的话就是要有男生又有女生嘛，可能呢，一男两女啊，或者呢，第二种情况哈、哦、是两男一女，哦，只有这两种情况嘛，因为男女都要有嘛，就只有这种情况。好，那现在的话呢，选一个男出来，五个男人选一个出来，啊 ，C 五选一，乘以多少？四个女生选两个出来 ，C 四取二嘛。那现在就是三个不同的人，三个不同人哈、哦，要排三个不同位置，所以要做排列，就是三阶层乘以三阶层，哦，三个人给他做排列。好，那、啊、这个呢，这个两男嘛，五个男人取五个男生取两个男生，哦，五个取两个，乘以呢四个女生哈、哦、取一个女生，哎呀。这个选出来以后，在这里做排列，乘以三阶层，那这样等于多少？这个是五，啊，这个是六了，啊，三阶层三二得六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三十哈，啊，乘以六，一百八，啊，这个呢，这是十啊，乘四，乘六。这个是240，哦，240，它加起来多少？哦，180加240，等于多少呢？420，有420种方法。